太冷了，我也在冷，左我也在觉得不会再冷了。的武士刀里面，快跑吧！赶快跑吧！可以听着收音机跑步吗？不知道，要可以吧？会很摇滚啊！欸，我们要不要先生个火啊？我觉得好冷哦。好啊，那就团团先生吧，你在前面。团团先生，先生，先生来了，先生来了。团团先生，哇，手一直在发抖欸，天哪！我也是啊，我现在很生气，手在抖。我现在什么没有钞票最多？我鹿肉最多。好，来，我们四个一人一个。我也好想要钞票最多，谢谢。你那么现实吗？对啊。嗯，你找一座山。嗯，点歌啊！啊，完了，垃圾！啊，毒鸡！哦，我听到声了。这就是一挑三，吃个分享一挑三，我会冷哎，赢了一个。他怎么喝水啊？我拿水瓶了，然后咧左键，可以了吗？没有理我。欸，你们的那个火，我来看一下能不能烧水好了。抬头也没有啊。我捞水回来。干什么？我烧水。烧水煮汤欸。他不用拿在手上啦。还可以丢莓果的进去欸。他不用拿在手上，他我丢丢看。他只要那个。卡点的。他在那个合成的位置。哎，有变好吗？我有点啊，我好奇，好奇。然后，上兔子大便的欸，对不对？对啊，也有点像珍珠。没有，这就是兔子如果拉屎没有拉干净，就会变成这种。你这样子，别人喝珍珠奶茶的时候会很痛苦。所以啊，我那时候每次在帮他倒的时候，他尿跟屎加在一起，超像珍珠红。欸，珍珠红。欸，可以喝了，可以喝了，可以吃，可以吃。你们在吃屎哦？没了，欸，喝一下就没了。哼，所以一个人吃到了，对不对？对，感觉补很补欸。欸，它是补满满的，满满的哦，满满都是。走啊，出发吧。嗯，发了，出发喽。你说回家吗？我看一下哦，你家是在这里。好大一锅水哦！啊，煮了之后可以喝几次？欸，你刚刚说一次而已。是。太扯了吧！嗯，你就大喝一波。你们到家了是不是？还没。哦，他们到了，他们到了，到了。哎，那，欸，加芦荟是什么效果？可能可以养颜美容，生病吧，治疗壮阳吧。哈，芦荟不是，啊，为什么会？芦荟应该没这个效果吧？你要打芦荟之类的才有。芦荟有好吗？对啊，哦，你到底你为什么？芦荟怎么那么特别？我以前广告不是都会讲说什么什么壮阳，欸，美容吗？对不对？没有啦，养颜美容啦，养颜美。壮阳美容，你知道用壮阳美容是什么？广告讲这个啊？哎，等下你们路上会有两只野人哦，三只。哦，好。养颜美容，我没看到。来啦来啦来啊！我，哦，看到了。你是要用什么东西用在美容上啊？我来了来了，来来来，说说说，等一下，他既然想弄我，给他颜色瞧瞧。没有没有，给你读一下，来中毒，不要中毒啊！我中毒了吗？啊！你看砍到吗？砍到吗？不是，你刚砍到我，瞬间打雷，会不会有中毒？画面变白。所以你们没中毒哦。我没事，欸，他没中毒啊。而且我发现他那个有毒武器是一次性的，好烂哦！不砍一次就没了。对啊，那还是不要用好了。我觉得燃烧版比较好一点哦。我最讨厌就是消耗品。可是武士刀很难，没办法用燃烧的。燃哦！我手手飞出去了。你的手头我掉下来了。武士刀，你要问智智熊。你有看到放在里面的手飞出去吗？哦，一定会摔，对不对？你靠！对啊。就按一啊，按 C 的样子，忘记了。我等下再看一下。拿没有丢的丢莓果进去。打强化块再用了。我想吃手，可能会比较有用。可以的，那个手我刚刚洗过了，很干净的。有洗手。他刚刚从这火堆飞出去哦。有洗手。不想吃手，不想吃手了。我就先握个手再吃嘛。不要握个手再吃更奇怪。跪下！哎，欸，有人说他前天，
前天看完我们这样真的有做类似的梦、哎、什么类似的梦、哦、也是做类似的野人之类的吧诶、欸、原来我们就在家上面、啊、上对啊就在上面而已我要来去收集莓果了刚收集完然后吃了一半没有我要收到袋子里哇靠我要在你面前把它吃掉那从上往下看好好看哦、啊、整袋三十个好一个莓果袋整袋三十个哦莓果袋哦嗯带三十个蓝莓做加酒棒棒加酒棒棒你看这个木棍我看上面都是牙齿，点我的棒棒，你全部都是塞牙齿哦、喔欸，真的哎、欸，好扯哦、喔，加酒棒棒，加酒牙齿棒棒，真的，哪里有棒棒？我看在哪里？他这边，他这边，我手上很多牙牙齿，哇塞，好恶心哦、喔！你就是那种 Poki 有没有上面的那一种？什么？来那个，感觉超级超级的那个吗？天哪、喔！来、啊。欸哎、欸，变大了！我要用棒棒教他。我想要躲在房间里面，哎、欸，可以睡觉嘞、欸。对了吧？你们要不要睡觉、啊？下喽！睡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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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存一波。好冷啊！我好冷啊！我好冷啊！快点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好冷啊！武士刀强化就是那个、啊、毒的武器啊！我在发抖，因为太强了，他只能快快快。谁还没快开一个？谁、啊？我在发抖，我在发抖。有了有了。哎、欸，不要乱砍了，不要乱砍。哎、欸，谁偷砍一下？小早餐，小早餐，小早餐。好了。啊！哦，我看到了，杰瑞。谁？杰瑞。是杰瑞，是杰瑞。你出去了。是我，是我，是我。杰瑞拿敲木鱼的东西敲到了。刚好我盖，我盖，我盖，我盖。啊，我们用那么久的萤火不见了。对啊，你念旧了，对不对？三代，三代，三代。念旧了，念旧了。有没有真的敲不坏的萤火？没有，没有。啊，他连房子都可以敲坏了，应该是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房子敲是修啦。可是，对啊，它是修理的东西，用到爆了。我敲到萤火就会坏。好扯。谁可以有偷播广告？哦、还在下雨啊！还有播不到广告。感谢那个帮我偷播广告的，偷播广告。哎，这个晒干的肉可以直接吃耶！可以啊，这个我们第一集就讲了吗？是吗？不是要烤吗？不用啊，你去海边掉了啦，这鱼烂掉了吧？是烂掉的吗？是吗？这个颜色不知道啊。你拿下来看看，黑色的吗？他看他是写干燥还是腐败啊？哦哦，你说左边这啊，左边这应该是烂掉了吧？不知道哎、欸。哎、啊欸，没有，他写鱼已收集，就是写好的吧？没有，是好的，是好的。你上去看一下，你上去看一下，看他是写腐化还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他只是长得比较奇怪而已、啊。腐坏的，腐坏的，奇怪的。你只要催眠说他是好的。烂掉的鱼来都搞扁，黑心厂商。抱歉抱歉抱歉，抓完鱼之后很久都忘记把它拿来吃，抱歉抱歉抱歉。啊，所以那个叫怎么扔掉？你有没有被鱼打过？被鱼打过？被鱼打脸吗？那我要拿这个打脸。哎、欸，你拿出来问。这样房子好丑哦。我可以拿人家手上的肉哎、欸，那假的？哦。你看，你看我这样，这样有没有？可以拿吗？嗯，可以点我身上吗？可以耶。哎、欸，我要去看肉哎。可以耶，可以耶。肉可以直接拿，所以不用放盘子了，是不是？对。终于找到一个不用放盘子、欸。真的可以耶。哎、欸，兔兔还在。你说你家后面的对不对？对啊，我以为他会跳走之类的。他还在。就去烧好了，吃烤鱼。有吧？兔兔。多吃啊，好多吃啊，这里好多吃啊。他们说干嘛穿护甲？当然是跟野人一样裸奔啊，嗯、会死啊！我抓到一只，哦哇哦哦八八角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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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哦！你抓到一只八角怪，真的假的？哇哇哇！好危险！我抓到，你怎么那么会啊？兔子，然后一回头看到一只八角怪，吓死我了！你抓到一只八角怪，吓死我了！上毒！哎，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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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边修东西，他在搞
干嘛？你在秀什么？八角怪在哪里？上去，团团。肥肥，肥肥。哦，那边看需要支援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也来了，我也来了。肥肥要上。他来了，啊！我没有毒，我的毒用完了，可恶！你不要破坏我家。你不要破坏我们家，白痴！啊！飞了。哎呀！飞飞撞飞了，飞飞后飞。等一下，我们的车子被撞飞了呀！我的车子啊，飞飞。没画面，车子，车子。哎呦，车子啊，白痴哦！我要把车子推回去。他眼睛有被撞见的，他眼睛那个箭是谁射的？我射的，我射的。对啊，有彩虹、欸。打爆他，打爆他！早上我看到彩虹。我车子还我车子，还我车子！哎、白痴，我要修东西啊，彩币哦。哎、欸，这有个野人在偷看呢、欸。耶！是观战是不是？哎、欸，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哎、欸，他死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哎、欸，另外一只在哪？在那个不是那個八角怪吗？团家。哎、欸，这个车子怎么？这个北北会跑掉。哎呦，跳不上去。我们的停车场也太乱了吧停车场被弄爆了，我刚只是看到这里抓到一只兔子，就一转有了有了，然后就看到八角怪，对啊，旁边直接站在我旁边，我直接抓着兔子然后跑走等下我的莓果是被他弄到没了是不是啊？被他踩爆了吧？对，护甲只剩三格耶，要许我，我护甲还是满的，我护甲刚刚刷快满啦，我把那个兔兔抓来这里了，我们有两只兔兔了。两只兔兔可以交朋友，交繁殖吗？两只兔兔不知道、啊、交朋友。哎、欸，我真的觉得兔兔兔好可爱哦、喔。啊，兔兔很可爱啊，好可爱哦、喔欸。这个里面抓什么？哦，兔兔哦，我以为是说，你、欸、看那个兔兔在土里面哈、啊。等下这肉是烂掉了吗？那个丢在旁边的鱼的化石。不是不是肉。绿发绿了、欸，这肉这哎呀哎呀，那个肉是那个肉是真的在土里面、欸。怎样？你刚刚也挨得太像了吧？啊，一起啊！白痴哦、喔，我在看那个肉才、啊。这兔兔还真的在土里面呢、欸。哎呀，可爱可爱的。OK OK。杰克嘞，啊，就等杰克回来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杰克下了。等杰克回来，然后再拿一次那个潜潜水装，然后就可以偷偷下去看一下有什么。嗯，是吧？哇，他这个坏掉的肉可以烤哎、欸！烤完你自己试试看啊，你试试看、啊，我看小米吃那一块肉。我放了，它好绿哦。哎、欸欸、我家里是卖那个哎、欸、药跟水的，你过来看哈基哈基，你看免费拿，是这样的吗？门不是进去出不来吗？没有啊，进来来进来，现在没事了。这一块了吗？你看卖药的，你这边居然还有萤火？哎、欸，不是啊，我一直吃到旁边的，哦有了，应该可以吃了吧？可以吃了，可以吃了。我看你没事、欸，没事啊，只是吃的时候会而已，没了。还有皮毛储藏的哦，哦，可能这也是卖药的。对啊，你进去我房间看，不知道了。我要把它拿走。不行啊，我收集很久哎、欸，这样。所以你的门是好的吗？好的，好的，好的，我的门。我要把它丢到地上。真的要这样做吗，影月？我不想要拔出我的刀出来啊、哦！我不想要油精哦。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懒得呢，我要做毛皮收藏架。你有那么多毛皮啊？我想说先做起来。看一下哦、喔，兔皮还能做什么？箭袋、鞋子，做鞋子。喂，哇，终于捅到了，对你鞋子。啊，我不是要做箭袋。我也没想要做鞋子，我也不想做到肩带了。少一张，可恶！看来又是要去找皮的时候了。QQ 哪里有阿神的朋友？阿神的朋友，你可能去丛林里面找一下。为什么是丛林啊？巧克力吗？啊
没有，因为他在森林里面比较多啊。哦哦，嗯。